有人被夹在里面了，赶快下来！国道三号南下114公里，苗栗县竹南龙凤渔港匝道衔接台61线的匝道，28日晚间6点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。当时匝道口出现下班拥塞回堵车流，一辆连结车已未注意前方动态，先冲撞第一辆轿车后，再推撞前方的油罐车，油罐车又再冲撞前方3辆轿车，其中2辆轿车因车体严重变形，有3人受困车内。整起车祸造成2部搭车及4辆自小客连环追撞，经确认伤者共计7名，其中有4人轻伤，3人失去生命迹象，其中1名失去生命迹象的伤者老妇，经抢救恢复呼吸心跳，送加护病房持续救治，但另2位命为者稍早已宣告不治。肇事连结车黄姓驾驶事后表示，28日傍晚从基隆空车要到南部载货，一时恍神未注意前方路况才肇事，警方替黄男进行酒测，酒测值为0，详细肇事原因待进一步调查厘清。